Melody I love you， 周深，早安，你好，我是阿森。早安，你好，我是大宝。今天在线上呢，我们有马来西亚的混双组合吴柳莹，柳莹早安。柳莹早，早安。在限制令的这一段时间，身为运动员的你是怎样生活的呢？教练之前已经交代我们，就想在家里一定要自己活动，不能完全停下来。可是没有办法的话，就可能稍微动少一点点，可是必须动。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些 tips， 在这段时间，如果我们也要 keep 着我们的体能的话呢，可以做些什么运动？我会先建议是腰腹肌的动作，因为它需要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一点。你可能有一个 yoga mat， 撑着的也可以，你往上的也可以。那你会不会真的是非常嘴馋，然后令到自己的那个体重上可能会有稍稍的这个上升呢？就前几天的时候有稍微控制不了，因为我其实是很爱吃的。几天之后说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真的一定要控制。就有的时候可能会煮一两样，然后就分午餐晚餐吃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说到呢，就是日本奥运会是铁定在明年的七月份了，所以这段期间其实柳莹有做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准备？就是世界羽联他们还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回应，到底是关于资格赛他们怎么样安排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资料才可以做一些更长的计划。很多的一些前线朋友呢就是为我们默默的服务当中，那柳莹有什么一些话加油鼓励的要跟我们所有前线人员说的？在前线的同志们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，这段时间我们会乖乖待在家里。好啦，非常感谢我们的柳莹，谢谢谢谢。